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今天的直播时间。今天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冷哦，所以气象署呢就发布了低温特报，针对竹苗地区是亮起了黄灯，黄灯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短时间的。而在新北市则是亮起了橘色灯号，会长时间10度以下，或者是有6度低温的发生几率。好，那这个黄色灯号竹苗地区呢，指的应该就是明天早上啦，因为竹苗地区这边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像是在今天的最低温也是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今天清晨的低温分布。最冷的地方当然还是离岛地区，像是在金门还有马祖只有 7.1 还有 7.7 度，而今天在新北市的石门富贵角这边呢则是 8.5 度，另外像桃园杨梅还有苗栗三湾9度 9.1 度。而在中南部地区的内陆地区，因为这个地方天气很好，在今天云层非常的薄，尤其这边是可以透光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温度也很低，基本上全台湾各个县市几乎都有出现12度以下的低温，还是很冷，明天后天也都是类似的情况。而今天好在呢是这个水汽已经明显的减少，是因为这华南雨区已经通过了，虽然北台湾感觉你往抬头一看还是有一些云层，还是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阳光，但是跟昨天比真的好很多，因为没有下雨就不会觉得特别的湿特别的冷，今天就变得比较干。但是到了明天呢要注意，因为又有华南雨区要通过了，预计是在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的清晨，所以如果明天你比较晚出门的话记得要带伞，而且比较晚回家的话也要带伞。那么礼拜日的清晨呢，你礼拜日白天的时候出门，它应该就会渐渐的缓和了。好，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也是很大的，就是在礼拜六的时候早上的预测分析图，整个冷的区块跟今天比又明显的缩小，而在北部地区早上低温大概10到12度，中部11到12，南部12到14，宜花地区12到13，还有15到16。而到了礼拜六的一点的时候，你看回升幅度很大，15到17。北部地区还好啦，那温差大概只有7度，但是中南部地区就可能有超过10度了。像是在早上的时候，可能低温12度，但它高温就已经有机会来到25度，所以这样相减，大概这样的温差，一天就差了有13度左右。我们刚刚说这个低温特报持续的发布很冷，还好今天没有雨，不然真的感受上会更不舒服。好，累积雨量图，你看今天下雨的地方真的不多，只有在东北部地区、宜兰、花莲，还有一些山区的位置，就是因为尾巴还是有一点华南雨区的残存水汽，但是其实也不多，所以整个降雨非常非常的少。而到今天的白天都是这样，今天的晚上也差不多，可能在云梦面地区有一些，最主要是要到明天的晚上开始才会雨变得比较明显哦。好，礼拜六礼拜日的温度也帮你做了一个整理，北部地区宜兰新竹高温大概15到16度左右，低温11到13，而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则是介于20到24的高温，低温还是很冷的，11到14度。而到了后天，北部地区温度有稍微的下降1度左右，是因为到时礼拜日的时候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但是它增强的幅度没有到很冷，所以还是维持在冷气团到东北季风之间的差距，所以呢降温降了1度，但是实际上白天还是会回升上去的。好，宜兰地区新竹地区15、16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在中南部地区依旧是比较偏暖热的，一样是20到24度，低温12到15，高温低温的部分有一点回升上来了，在高雄这边上升了1度左右，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你可能要等到下周才会比较有感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日，冷空气持续的影响，寒流减弱了，但它的强度还在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所以白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地区，黄色的这一条线是华东，蓝色的是中南部，所以中南部其实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就已经很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礼拜四，日夜温差都很大。而北部地区呢，日夜温差不大，因为一直都很冷，五六日都是冷的。到了礼拜一之后呢，温度有稍微的回升上来，在礼拜二的时候有机会就会超过20度、22度。而在礼拜三、礼拜四回升的幅度更明显。目前预测是说，在北部地区下一周有可能会来到24度以上。那么中南部地区就更热，可能26度、27度，甚至有的地方可能会逼近于30度，所以这一周很寒冷，下一周呢是一个比较偏暖热的天气形态。好，这样子特别容易感冒哦，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衣服呢要自己适时的来做一个改变。好，未来的降雨趋势，今天
北部、东北部地区零星阵雨，还有东半部一些些。而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礼拜六还有礼拜日，雨势有稍微的增多，但是呢，也比较局限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中南部的山区也有。你看到灰色的这边呢，这雨未必会下，但是呢，可能就是云层比较厚的情况。中南部应该还是好天气。降雨比较局限在北部，降雨雨都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特别的大。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周末晚上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日的清晨，还是建议您带一把伞。如果你真的很怕很怕淋到雨的话，而在离岛地区周末这两天都是非常好的天气。好，礼拜一到礼拜四，下礼拜一下礼拜四温度回升上来了，但是雨开始变多，因为风场要转变了。原本是很冷的北风、东北风，现在改吹为东风、东南风，甚至有点偏南风。所以其实这一张图呢是一个预测图啦，说是说在整个东半部地区雨都比较多，但实际上可能转为东南风的时候，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这一带的雨会变得更多一些。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一天吹东风之后，整个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就会变得比较差，因为中央山脉挡着，这边的扩散条件很差，而且这边还会产生背风涡旋在台湾海峡这一带，所以到时候又要注意这空气品质的部分。而这几天呢，到礼拜日之前，因为都还是东北风的等级，所以北部地区还好，中部地区稍微差一些，南部地区就是落在橘灯等级，就是敏感族群需要留意的空气品质。好，所以我们就做一个过年前的一个天气预测。好，本周基本上就是寒流减弱，回温的速度非常的缓慢，每天顶多就升一度一度左右，甚至礼拜六到礼拜日，礼拜日的这一天东北季风增强，可能还会有稍微下降一度这样子。好，到了下周呢，就会是一个舒适到偏温暖的天气，而且温度回升上来到有点像春天的感觉，南部地区就有点夏天的感觉，南部地区有可能高温会来到30度。好，到过年之前呢，就是2月7号之前，你放年假之前，属于比较暖、比较湿的天气形态，因为到时候有一个封面会通过台湾。而到了过年期间，目前美国模式、欧洲模式都认为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的冷空气南下，目前可能介于冷气团的程度，有没有可能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有这个机会。但是目前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追踪，因为毕竟这一个可能是一个多礼拜到两个礼拜的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后期的模式还在调整，仍然有变数。好，我们也来为大家做一个整理啦。简单来说呢，就是寒流现在前脚刚走，后冷空气又接着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礼拜日的时候，冷空气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呢，冷的感觉会稍微的下降一度，但是下降的情况不会到特别的多。整体来看呢，这一周冷，下一周就会回暖，很明显了。好，再来就是周末的话，北台湾是一个偏冷飘雨的情况，中南部呢会先回温，那么在明天晚上到周日上午，东北风会增强，水汽会增多，所以有一些气象粉专就讲了，这一周是先冷死，下一周再热死，这一个形容蛮极端，但是蛮正确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自己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有看一下文化大学大气系的一个周教授的一个评论，他讲说2016年、2018年、2021年还有2024年这四年都有很强的寒流，当然最著名的还是2016年的霸王级寒流，而跟这一次的2024年相比，我们明显逊色不少，但是还是蛮冷的。而我们就做了几个统计，包含像是超过持续10度以下低温的时数，最多的是哪一个年份的寒流呢？是2016年的寒流，他们有60多个小时，台北市的车站都低于10度以下。而在这四年里面，2024年35个小时是最小的，所以相比之下，它排名老四，非常相对来说，这寒流里面比起来是比较弱一点的。还有包含降雪条件啊，还有雨量啊，其实都是2016年那一次表现的比较冷，表现的比较湿，所以那一次大家还有印象吗？在200公尺的丘陵地就有一些固态降水，像是飘雪、飘线，像是在内湖的山上400多公尺那边也有飘雪，那是真的是蛮冷的，而且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很多的测站呢都破了一个记录。好，那还有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有网友问到我们说，天气系统
不断的在改变，而且最近这气流变化很频繁，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那昨天没有跟大家来做到一个解释，我们今天呢特别整理出来，有五种风会影响到飞行。第一种就是逆风，逆风呢就是飞机可以安全的起飞要靠的就是逆风，因为当这个逆风啊它吹到飞机枸杞还有地瓜叶，那我自己本身是也吃地瓜叶和秋葵，但是小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可能是我不吃木耳和山药啦，如果这几个都一起吃的话可能就不太会痒了。好，再来，平时也多做这四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冬季养肤。第一个就是从四肢向心来清刮，增加你的肤表面的血液润乳润，好难念，乳润，就是从四肢往心脏往身体的内端来刮的话，这样可以帮助你这个血液循环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呢，可以涂一点高油高保湿的保养霜，像是绵羊油凡士林来锁水。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有点不喜欢，因为觉得睡觉的时候就是要干干的比较好睡，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开除湿机比较睡得着，如果床湿冷的话，那个床都感觉有冰冰的感觉，有点难睡得着。第三个就是维持室内的湿度，所以你可以开暖气，可以的时候呢，可以在你的室内来放加湿器或者是水。这个可能比较适用于中南部的民众，因为中南部好像不太会下雨，但是北部地区冬天都是阴雨绵绵的。再来第四个就是穴位按摩，可以按这个曲池穴、血海穴，疏风解表，改善体表的浅层组织流通性。曲池穴在这个手肘的内侧这边，然后还有血海穴跟这边来给哦，外侧啦，这边啦，这边啦，这边嘿，可以按这边，可以试试看。因为像我知道，如果你鼻塞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压这边，也有帮助嘛，对不对？然后我最近还学到了一个，因为我前阵子不是确诊吗？然后以前是，如果你今天如果左边的右边的鼻子鼻塞的话，你就躺另外一边，它就会通了。可是确诊的时候的鼻塞呢，是你无论你怎么躺，它都不会通。所以呢，你就是把你的身体整个倾斜起来，就是你靠着你的可能床背啊这样子，然后看着你的脚，比如说你就这样看着你的左脚，你的左边的鼻子就会通了，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什么，这样就会通了。好，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今天是农历12月16号嘛，就是尾牙。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说每个月有两个牙，那么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个牙就是尾牙，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公司他们都在办尾牙，都是办在这一天。好，那尾牙呢，其实它就是可以拜土地公来招财啦。我们来做了一个这个尾牙拜拜的懒人包。尾牙的时候呢，这一天记得拜土地公，虽然今天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趁着这个最后的时机来拜土地公。那拜土地公的贡品可以有哪些呢？挂包、润饼，这两个我们昨天也有讲到，就是狗咬猪咬钱，把这个钱财咬住。还有润饼呢，这些形状像钱包，代表可以包紧钱财，象征吉祥富润，还有招财进宝。好，我们昨天也跟大家科普了说为什么叫挂包的原因，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诸葛亮还有张飞，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的直播。好，再来就是马吉，也可以象征年前，糕点呢则是象征业绩高升，带壳的花生则是代表说这个剥壳呢就可以开运，香蕉、李子、梨还有枣子、凤梨都可以招财。凤梨就是因为比较旺了，但是有一些行业像不太能吃凤梨，像是我们新闻业就不能吃，还有像是医院也不能吃，因为他们不希望太旺嘛。还有再来就是三色金、寿金、挂金还有福金，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好，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问题。说现在像我们的系统正常了，但是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已经19分了。没关系，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哦。刚刚说，有人在气象所问说，过年会不会冷？过年会不会冷？对。哦，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各个模式预测出来，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呢，都是显示在过年之前是一个比较偏暖、偏湿的天气形态，尤其在冷空气下来之前啊，那个封面真的是很湿很湿，不止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有雨，这些迎风面地区有雨，甚至连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雨。目前算的时间大概是2月4号到2月5号、2月6号这三天，可能前前后后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整体来看就是过年之前比较偏湿，而在过年的前半段呢，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干冷的天气，因为到时候这封面过去，后面就是一个干冷的空气，冷空气南下嘛，所以整个水汽就会被推走了，转为一个比较干的天气形态。好，那还有网友有问，刚刚康明兄有问说，
二月五号之后，是不是有受封面或华南雨区东移，台湾附近水汽有变多，降雨有提高？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波冷空气之前呢，会有一个封面先通过，接着呢，在过年的前期，冷气团就会南下，天气会再度的转冷。但是呢，因为它都属于后期的模式的预测，超过一个多礼拜，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变数，我们会持续带大家来追踪。那今天肯图也有说，101.85。楼的台北天气目前看起来雾雾的，你现在在101.85楼看台北的天气，因为今天整个云层还是比较厚一点啦，虽然北台湾跟昨天比没有下雨了，但是云层还是有的，跟中南部相比，中南部的云层就已经散开了，所以今天中南部看得到阳光，今天北部地区大概就是一个阴天的天气。下礼拜如果要做大扫除的话，有没有哪一天可能会晒被子或什么会比较好？过年前大家要大扫除吼，那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目前看起来水汽是稍微会变比较多一点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礼拜一到礼拜四，虽然这边讲说北东局部有雨，那是因为转吹为东南风之后，这风场都会往这边带嘛，所以整个水汽算多。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西半部的观众呢，其实你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整个西半部呢天气都非常非常的好。而在马祖还有金门地区会有雨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到时候有一个华南云雨区会通过，所以导致这些比较北的地方雨会来的比较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啦，就是当它吹东南风的时候，这样子的情况会比较明显。像是压在礼拜一还有礼拜二，那礼拜三礼拜四会不会雨还很多呢？整个东半部的民众我们会持续帮你来看，但是呢在整个下礼拜西半部的民众不用担心，天气都很好，东半部的民众雨会稍微多，但是也不会到特别特别的多，你也不用怕说什么大雨，正常的大扫除你在室内扫一扫应该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晒棉被可能西半部是比较适合的，那东半部的可能就是要用烘干机吧，这样子。对，烘干机就是比较耗电的，我知道烘一次很像要花30块钱嘛，在家里面有人有算过。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周休假期呢就请大家好好的出去玩，礼拜六晚上到礼拜日清晨，如果你很晚出门，礼拜六的时候记得带伞哦。好，拜拜。